大家好，我是扎七，今天跟上阿呆一家人去山里面抓鱼啊。现在我们把一些抓鱼的物资，还有一些要吃的东西都放在车上。听说那个路比较难走啊，现在我们准备就绪，马上出发。门吧，汤尼门吧，白试试，白切糊完了，再上两块，白试试吧，白天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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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清理潭里面的一些杂物。哇，鸭哦，八酿的，你们八度八度哦，这条挺大的，跟我吃好几顿了。这边的火也开始点起来了，估计一会儿是在这里烤鱼。腻了吧？现在在这个水塘中间拉起网来了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收获，好像没看到网洞，应该可能暂时还没有。哎呦，这里也搞到一条了，那边也搞到一条呢，搞到一条大鱼了。可以，搞一条大的吧，效率挺高。哎，抓到鱼了，那家里呢？不拜吧，人家能能能。当，我操你！拜了不？下面的一些年轻小伙抓了不少鱼，现在妈妈这里也架起了火炉，开始烧水。我的这个锅里面放的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这是昨天没吃完的羊肉啊。刚刚听到了一声尖叫啊，好像下面上鱼了，我们跟着镜头去看一下。哦，跑了。我们这一桌现在还做了一道大猫，烤了个羊肉，还有一个凉拌肉吃。刚抓上的鱼还要再等一会儿啊，可能是量还不够，还要再多抓几条，等一下一起烤。
好舒服好惬意的生活。看刚刚那些鱼已经烤熟了啊，我看一下。没有，可不可以给你个饮料？饮料吃饱了。好，我那个生活真的轻松，就这样，有八戒有音乐，今天聚会确实快乐不少。这些就是刚刚抓上来的鱼，赛个了吧？一个吧，鱼赛个了吧？这些大妈已经喝多了。他是想跳舞，咱们国内确实生活压力大，不像他们的生活。真羡慕他们的生活，无拘无束，没有压力。别的上班了没？由于那个渔网破掉了，所以他们现在终止了那个捕鱼行动。我刚刚出去逛了一圈回来，鱼都已经被他们全烤熟了啊，都吃完了啊，你看看，只剩下鱼骨头了。农村的生活确实比较惬意，兄弟们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？没了，安娜，他是笑他妈妈跳那个舞。OK， 没了，奥妈。OK OK。没那个奥妈。咦，我丈母娘，你看这个姿势。这个劲。不，开不进。在不？你今天喝了白的。你看他们的酒杯都是共用一个啊。就这样气氛就能起来。今天这个聚会算是搞得比较圆满啊，你看这个氛围可以啊，他现在还在笑。
现在我们收拾了行李，准备回去了。意犹未尽了，你看。旁边干好。他说哥斯大爷就是你续来了，续来了要做什么？干好了啊！加来吧，加不到还快。嗯，六三三，好了。这么嗨吗？意犹未尽是不是？还在笑。好了好了了，回去了回去了。好了，这期先到这里啊，我们吃顿回家，拜拜。